小心别扯到你右手的伤口。放心，我有分寸，扯不到。喝点茶。 肩膀好酸啊！那我给你捏捏。好啊，帮我拿着。你太高了。可以吗？要再使劲一点吗？很舒服。 郡主，郡马爷，可以用茶了。你是谁啊？巧云呢？巧云姑娘最近身体不舒服，我就来顶替她。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巧云，事已至此，你就想开一点吧。 反正郡马爷跟我们是同一根绳上的蚂蚱，就算天塌下来，也轮不到我们顶。我就是为咱们小姐感到不值。这郡马爷怎么可以喜欢小丸子呢？哎呀，这感情的事情嘛，谁又能掌控得了呢？这小丸子也是，明明都答应过我了，结果又跟郡马爷打打闹闹的。其实我觉得小丸子也挺可爱的呀。秋华。 你是不是郡主的人啊？是是是，我当然是郡主的人。哎，巧云姐姐息怒啊！司空大人，你来的正好，巧云身体不舒服，心情也不舒服，你陪她聊聊天，解解闷吧。巧云姑娘，听说你生病了，你哪里不舒服？请大夫了吗？大夫怎么说？吃晚饭了吗？ 你问这么多，我怎么回答呀？没吃，大夫也没看。没看大夫就对了。听说你病了，我给你带了好多药。这个是治风寒的，然后呢，这个是治睡眠的，吃完它睡觉特别好。然后这个，我看有病的是你吧。 郡主，那我先走了。
你来干什么？你不舒服吗？身体还是心里？你又不是医生，就没有必要问得这么细了吧？你在生我气？没错，我是在生你气。那你打算一直以不舒服的理由躲着我吗？我一看到你，我就难受。巧云，我答应你的事情，我一定说到做到。只是我也希望你可以让我跟他好好度过这个可以相处的机会。你什么意思？只要郡主一回来，我立马就走，我拿性命发誓。当初是我让你留在府上的，变成现在的情况我也有责任。但是小丸子，我真的不希望看到你越陷越深。但是从他豁出性命救我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已经没有办法再不为所动地面对他。你就让我再自己骗自己一回吧，好吗？我只是不希望看到大家都难过，希望你说到做到。